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我每一个主日，我都很期待可以在9:15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啊，来祷告，来聆听短短的信息。盼望大家也是有这样一颗期待的心，来进入今天的主日会前祷告。我们以一首诗歌来开始。每当我瞻仰你。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早上要灵修的经文来自耶利米哀歌3:40-44。这边说到，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我们犯罪悖逆，你并不赦免，你自备怒气遮蔽追赶我们。你施行杀戮，并不顾惜；你以黑云遮蔽自己，以致祷告不得透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会有一个疑惑：为什么每一次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都会提醒大家需要来认罪？为什么认罪
这么重要呢？若我们读耶利米哀歌，我们知道这是先知耶利米对上帝的一种哀叹。当他看到自己的国家的情况的时候，他透过刚才读的经文，他承认自己的国家得罪了上帝。所以认罪其实是一个省察自己的行为。然后当他看到巴比伦这么残忍的来侵略自己的国家的时候，他知道其实上帝是发怒的，他知道这个怒气是很真实的发生在自己的国家当中。当他看到家破人亡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深深感受到这有威严的上帝是因着以色列人的罪发怒了。那在这短短的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耶利米说，由于以色列人南国得罪上帝，上帝就掩面不看他们，掩耳不听他们的祷告，因为那个罪孽就好像黑云遮蔽了，挡住了祷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每一次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认罪的重要性，就是我们认清自己的行为跟意念，在神面前求神来鉴察。每一次当我们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圣灵其实在当中会引导我们，我们其实不必过分的自责，或者特地的去挖掘一些上帝其实还没有要我们在当中去面对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有一段安静的时间让圣灵对我们说话，他亲自的就会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行为意念有什么样的情况吗？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吗？需要由神亲自来处理吗？然后认罪的重要性也帮助我们看到上帝的威严跟公义。很多时候在教会当中，或者是我们听到很多的，在那特别是网络针对一般的人或者是还不信主的人的一些讲道，常常会比较多的去偏重在恩典跟爱那一面，很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不小心的话，我们就会忘记原来神是会发怒的，原来神在当中是会管教，是会修剪我们的。所以呢，认罪是帮助我们更加平衡的看到上帝不同的面向。第三个，在祷告当中，刚才耶利米说，当他们没有去认罪的时候，以色列的罪孽就好像黑云来遮住了，那个祷告就没有办法透入到上帝面前。所以呢，为了我们的祷告不受拦阻，我们需要清理这个跟上帝沟通的管道，以致我们所有的祷告在上帝的耳中，他都愿意来悦纳，来垂听，来在当中按着他的心意来实现。不是上帝不听哦，其实我们即使没有认罪，他都听到我们的祷告，只是当圣经说他掩耳不听，掩面不听的时候，是说那个罪成了拦阻，使到我们跟他的沟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呢，各位弟兄姐妹，所以呢，就是每一次如果你祷告的时候，圣灵提醒有该认的罪，我们就认。但是如果那一天或者那个时刻，你觉得没有什么需要所谓的认罪，我觉得我们就安静在神面前也非常 OK 的，不用过分的去自责，因为上帝没有要我们背负着我们的罪，而是坦然的把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黑暗、一切的重担，可以安然的卸在他脚前，过一个可以与神同行、由他来背负我们罪孽的生活。这是今天早上的灵修。那今天呢，我们的祷告可以从感恩跟认罪来开始。我们首先要感谢神这个礼拜的看顾他的带领，还有他的供应。我们要常常的颂赞他是随时供应跟保护我们的神。然后我们
在这段时间也可以用一点时间来检查，求圣灵来检查我们是否有得罪神的地方，或者是我们跟人的相处上出了一些问题，也求神来帮助我们可以去突破跟克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因为你自己赐下这恩典的管道，让我们随时可以透过耶稣基督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为这过去的一个礼拜你的看顾保守，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放下的恩典何其浩大，特别在疫情期间你亲自的保守带领我们，包括我们的家人，包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可以安然的度过每一天。我们知道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帮助我们在今天早晨可以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我们也要时时颂赞称颂你是那供应的神，在你是按着你的时间做这从天上看顾垂顾供应的工作。我们为着你这一切的预备，我们真是要颂赞你，是从根古到永远都是神，都让我们可以安然的做你的子民。天父啊，我们也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亲自的来检查我们，看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主啊，若是有的，你赐给我们力量，在你面前可以悔改，可以过一个新的生活。天父，我们为这我们随时可以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你的赦免来向你献上感恩，求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也乐意来到你面前，大事小事，好事不好的事，主啊，我们都来到你面前。愿我们与你的关系是活泼又敞开，可以沟通的。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下来我们有几个要祷告的事项。首先在要祷告的呢，我在想我们是已经十月进入尾声了，剩下最后两个月份，2021年就要过去了。今年大家可能会觉得实在是非常非常快，然后也为这明年的计划我们要交托给神，所以我们为这最后两个月多的生活，求主引导我们的生活，继续以神为乐，继续的荣神益人。我们为着自己来祷告，也为着你所爱的家人一些的可能你在外地的孩子我们都一起的为他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恭敬的把最后的两个多月交托在你的圣手当中。主啊，在这一年当中我们经历了许多的事情，世界也经历了许多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你仍然是看顾保守的，所以我们为这两个多月，不管是教会要进行的，我们个人当中要进行的，在工作上，在学业上，都求你亲自的来引导。主啊，主，我们真的是知道离开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帮助我们在谨慎的这两个多月中，我们把握光阴，我们做一个你自己顺命的孩子，我们在你所交付的工作上都愿意好好的来完成，求你亲自的来引导带领我们。天父啊，我们也真的是看到一年一年的过去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有一颗警醒的心，好叫我们凡事都愿意听你的吩咐，愿意在当中有所突破。主啊，我们胆怯还不敢尝试的，求你帮助我们在这最后两个月可以靠着你所赐的力量在当中有所突破。主啊，我们在生命当中有需要在今年被更新的，也让我们可以把握机会被你自己修剪更新。我们知道我们的年岁都在你的手中，求你帮助我们珍惜，并且好好的来回应你的引导，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接下来要为这第二和第三项一起的来祷告。第二项是110周年的特刊的印刷，现在已经送去印刷厂了，还有微电影的制作，昨天其实他们已经，他应该是剪辑
好了，应该是剩下最后的审判，所以我们为着这个工程这个过程来向神祷告。那还有第三是110周年感恩崇拜的剪辑哦，就是应该是该录的内容应该都完成了，但是还有最后剪辑还有播放。我们为这11月7号整个上载的情况都非常的顺利，弟兄姐妹可以带着一颗感恩崇拜来参加崇拜的心来参与来祷告。所以我们一起为这第二和第三项一起的来祷告。亲爱天父上帝，谢谢你带领三一堂经过这110周年，我们要一起的为这特刊的印刷来祷告，求你帮助整个印刷所呈现出来的是一本感恩的杂志，是一本感恩的特刊，是让人看到了更多的，看到的是你的能力，你的恩典带领三一堂度过这些岁月。我们也特别为这微电影的制作进入尾声来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赐下团队让他们在当中做了许多协调，还有录制，还有在当中最后要在新加坡完成的部分，都求你亲自的保守带领。天父啊，我们不但是为这一些的制作还有印刷来祷告，我们也为这11月7号要上载的这个感恩崇拜的整个过程来祷告，求你亲自的帮助团队在当中也有很好的合作，把这一个崇拜在当中所呈现出来的，不管是诗歌，不管是正道，主啊，都让人看到你是何等可敬可畏的神。你带领三一堂度过这样的岁月的时候，我们更要好好的来完成你的托付，求你亲自保守所有的工作。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下来我们要祷告的是我们的线上儿童主日学的课程已经这个礼拜会进入第四季的教导。我们求主继续使用团队的制作这些教材可以祝福所有上课的孩子，不管是三一堂属下的，或者是其他教会借用这整个的教导，都求神来使用，让老师们的教导，让在其中的敬拜都蒙神的保守。我们也为这每一次的录制，还有过后的后制工作，求神亲自的来报答那些付上许多心力的老师。我们一起的为这个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也特别为这三一堂的儿童主日学线上制作团队向你献上感恩，因为看到他们在当中付出许多的时间和精神来完成每一集的制作。我们求你使用这样的教材可以去祝福许多没有线上制作儿童主日学的教会，让更多的孩子们可以透过这个教导更多的认识上帝你自己，可以认识主耶稣的救恩。所以求你保守这一季的制作，这一季的上载，这一季每一个小朋友的学习，你亲自让这些孩子更多吸引来要跟随你，透过他们的背诵经文，也让你的话语留在他们的心，可以发芽成长。我们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下来我们也为这少年军开始线上聚会来祷告，我们求主带领负责的军官们跟团员有好的线上的学习，而且在当中也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如果还不能实体的训练之前，求神保守这个情况。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也特别为着我们的少年军来祷告，求你亲自的在当中来保守他们一个月两次的聚会，让他们过去因为疫情停止许久，很久没有见面的，让他们在线上可以重拾回那种在少年军的热忱。求你也继续放下那个纪律的教导，那种愿意尊主为大，成为那种军人的心都放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让三一堂的这一个少年军团可以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精兵团队。我们求你亲自保守带领，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也要为这在疫情之下
教会所有的关怀跟福音工作可以继续的发挥功效来祷告。昨天有一个新山来的一对传道夫妇，他们特地来跟他们教会的一个孙女来看一个外婆。这个外婆94岁哦，就是以前也年轻时曾经来过在三一堂聚会，但是现在年老了。然后后来孙女信主才想到外婆的情况，然后新山的牧者愿意陪那个孙女下来。昨天我跟他们吃饭，然后就看到，我心里很感动，因为这一对牧者真的是付上极大的代价去关心那个教会姐妹远在麻坡的家人。然后昨天他们也趁着那个机会带领这个老奶奶的儿子哦，跟他住在一起的儿子就是决志信主。所以这个师母就说接下来跟进工作都需要可能三一堂继续在当中进行。我看到的时候我就看到，虽然我们知道福音工作不容易，但是当我们愿意按着上帝的心意在当中关心关怀忠心的传讲福音的时候，许多的人心对主的救恩还是敞开的。所以我们盼望在疫情当中教会要进行的这些关怀跟福音工作都继续的发挥功效。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特别的也为这教会的整个关怀跟福音工作，主啊，让我们在疫情当中不受到影响，不管是透过电话、透过线上、透过实体的关心，主啊，都求你继续的帮助三一堂所送出去的物资，可以触动每一个人心。三一堂所做出的每一个探访、每一个传福音的行动，都可以让人在当中有所思考跟回应。主，我们不只是为这三一堂本堂，我们为这巴西还有巴俄，主啊，这些地方的福音工作、关怀工作都向你献上祷告。主啊，知道在当中不容易，特别是一些陷入财务困境的家庭，主，我们甚至有时候不知道那个帮助要怎么样才能做得恰当。求你也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在整个服侍这些还不认识主的人当中，有你自己的引导跟带领，帮助我们在整个福音跟献出这样子的爱心的工作当中，那些人也可以更多的来体会上帝你自己的爱。主，我们再一次的把这一些工作都献上给你，求你亲自来引导来带领。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下来我们像上次我带的，就是我会按着宣教日影，每就是在主日我负责的会前祷告会就选一个，然后今天的时间呢是为这在美国的尼泊尔裔的印度教徒。这群人很特别，原来他们是在不丹居住的尼泊尔裔，但是不丹政府看到他们人数越来越多，怕他们人多势众，就把他们驱逐出境。出境之后，可是因为他们在不丹居住很久，已经没有尼泊尔的国籍，所以就被带到尼泊尔的难民营，在那边。然后我们知道难民营哦，他们就会申请到第三个国家，所以呢，有一些就到了美国。尼泊尔裔的在不丹的这些人，他们就到了美国。所以这个祷告事项呢，是他们在美国发出来的一种祷告的呼声。这些人到了美国，其实他们生活非常的艰辛，他们的生活也很艰困，自杀率十分的高啊。所以呢，宣教日影是恳请教会继续为这在美国的尼泊尔裔的印度教徒来祷告。我们可以怎样为他们祷告呢？祷告他们在美国生活的时候，他们的情感跟属灵需求得到满足。这些人他们离乡背井，然后到美国，其实生活是不容易的。然后，他们自己的族群人数也不是很多，还要在美国这个大熔炉当中很不容易，求神帮助他们。所以我们要祷告第二件事情，也包括求主使用在美国的教会或者宣教机构，帮助这些漂流跟被拒绝的尼泊尔人找到属灵的归属感。他们
其实很多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丹人呢，还是尼泊尔人呢，还是怎样。到了美国又不能真正的融入成为美国人，所以有很多的那种流浪跟被拒绝的那种心态在当中，所以求神让他们可以在基督里找到他们真正的身份，让他们这个族群越来越多人可以信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特别的纪念到这一群成为难民然后到了美国的尼泊尔裔的印度教徒。主啊，你知道他们在美国生活的困境，你知道他们属灵上的困境。我们祷告，主啊，求你差派你的儿女进到他们当中，把你那美好的福音传讲给他们。主啊，求你拿走他们世世代代所流传下来的那种轮回，觉得无奈没有办法改变的心态。求你让福音的大能可以彰显在这个族群身上，让他们可以更多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卸下他们过去所承受的重担跟羞辱，让他们可以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主啊，虽然我们不认识他们，但是我们知道你都知道他们是谁。主啊，不但是为这在那边的尼泊尔裔的这些印度教徒来祷告，主啊，我们也看到在马来西亚有许多尼泊尔的劳工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主，在马来西亚有一些的教会就有事工来接触他们，也有很多的人尼泊尔劳工因此而信了耶稣。所以我们为这在麻坡的尼泊尔的事工来祷告。主啊，在 MCO 之前，我们知道在巴口的教会有他们聚会点，在以马内利堂也有他们的聚会点。求你继续的保守他们在这段时间信仰不流失，而是可以更多的向还没有信主的其他的尼泊尔劳工来传扬福音。求你继续使用这样的事工，不管在马来西亚，不管在美国或者其他的国家，都求你让他们一个一个的可以回转来归向你。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今天的祷告会所有的祷告事项都呈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主啊，主你会垂听，因为是按着你的心意。主啊，为着教会，为着个人，为着宣教事工来祷告，求你亲自在当中按着你的时间来成就。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的用主祷文来结束今天早上的会前祷告会。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